高雄推出相关夜市券，要带动消费，在第二批加送10万分。这两天开始换，也因为顶一批排队人伤过侪，引起众人埋怨。这摆警发局是提早发号码牌啊，而且特别为着时段，也佫带囡仔来排队品种，增加爱心柜台。为着抢买兑换夜市券，有人插队，现场人员出面维持秩序。高雄市推出用200块的五倍券，第三换400块的夜市券，第二波阁有10万分，又阁出现真侪民众排队，就觉得这还蛮划算的啊！对对对，下午可能还会再去排一次。其实现场排队对二到暗时就开始，伫光华夜市遮路边排买几百公尺长，连巷仔内嘛满满拢是要兑换的民众，有人已经排买3-4点钟。是2点外就来排啊，啊，所以讲第一嘞，为着200块排3点钟。即摆警发局提早严整，分号码牌，对二到暗时到12月初5，伫全市49个地点兑换，而且即摆阁为75岁以上的时段，阁有带囡仔的民众设置爱心柜台，想袂到2000分一个仔就发了了啊！排队的民众真辛苦，夜市甲商圈的头家是笑嗨嗨，拢期待会当刺激消费。有差不多增加1-2成，客人都拿夜市券来消费。因为刷落来就要过年啊，中介店头拢无用咧进货，头家嘛希望即摆夜市券会当阁增加商机。记者陈阿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